不是。有一定款，各位去当下，各位台湾来，也到来读书哈，各位来做，咱台湾，各位有志者，大家好。今天几位哈，做高考，同信用的，有八十八。很快的也跟狗来放来了，他说我家卖不出，我去买，他们说家卖点书关了，来看来看。啊，咱讲的拢知，咱讲讲讲我，咱叫台湾叫做啥？你得做，我讲啥？咱你得做回澳。咱个讲台湾是啥？活动，垂手安人，积极做，有银行、家属，是啥活动？活动我们较通俗，较属于讲人民多，垂手安人。即个多，咱即嘛安尼来看，有咧去。即个多是真是变。因一点一行加多，那千国八万人，经那千国八万人，都是以恐龙时代，恐龙绝灭迄个时阵，咱台湾岛都浮起来，都浮起来，海洋了，啊，我讲的是个景物，啊，个浮的景物，已经归千万年来的。在乎在乎，苦的甜的苦的甜嘛，都明白。但是慢慢，而且规划的未来是稳定。这条道，咱叫台湾道，咱讲比人道多道。这条道，也是规划的未来，开始的地基上，以自然生态稳定的，开始稳定的，慢慢。都不一挂，咱这么叫做南党的四人，会会长一个一个会一个会，这人民行动开始要不就摸索，但是争议，但是因危害的，这个到了，再就十倍有好处，弄起来给得去。起码安尼有往以前到再招来进步，然后长兵文化，那人家也够把所有人发展，那我们就爱好事了。这多万人，还是真的，少说两万多人，两万规模，已经来一条道，包括台湾在后面来亚洲。啊，就这个地方很大，一下降下来，到处经典的足够了。但一种情况是，你干的放下来，能把对方的人搞掉，你现在台湾的感觉出来了。安尼，能拿到钱拿出来，多的，这多就是多了，开始是。人文之道，有人，有人，社会，部落，安尼，但是个即嘛，两万几年，即个道地基所以怎么是稳定了？但是以及文上，也文明上，即个道无稳定，无得定的，无得定的，个即嘛也不难。咱这边发展很多，未必看到这个。我讲的是我们讲是个地，讲是个地，人文上，个人很小，很小，一小片。所以这个笔记永永万能，真的。
我今日就是阮同学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岛是安怎来统治的。地质所稳定，日本上还说起不稳定，搞不稳定的。四百年，我们地方是平埔，拢外来政权，哦，连这有王政权都被来给霸，被来霸。哎，莫非这个？这个岛上哪会稳定？哪会稳定？哦，迄个问题的真正关键到底是谁？我们从这个主观来看哦。我的观点，达尔文，我研究达尔文，达尔文是于1859年，我发表惊天动地的著作，那个《Original Species》，叫做《物种原始论》，给你的那些工匠姐姐，自然界就是。Struggle survive， 生存竞争，啊，顺着生存，啊，优胜劣败，接触，我的正方世界变成一个 paradigm， 这典范理论，啊，变成一个典范理论，成为长高线一级的线位，这样伟大的思潮，啊，但是我怎么？跟他公益之间，我比较打扰的这一种之间，可能是那个在动物问题。打扰东西，你把它做出来，这自然现象、动物界现象，我们这些规律一样，什么规律？这个 origin 嘛，原来下下，那个是原住民的哈，原来。动物的感官，人类嘛，原民慢慢的安静的，慢慢的衰弱、激动、不弱化，生存能力弱，这么寡抗的来一个，别的是天价，我来一个天价，用足强的，足东西，这个霸主，这个霸主。甚至把它消掉，把它吃掉，这么残酷的自然现象，达尔文看下去，哦，依然是世界各地国家看那个现象，一个唯一不能消灭的作文是啥？不能懂，不能听，唯一不能消灭的现象。都因为当团的病人的 team 的病人 group 群的观念，现在他是要求我现在对公在一边的要回去也要懂得一旦他是要求我这个会听到这一听价听不价量子是他那叫幸福的机会，那叫幸福的机会，这点非常重要。达尔文荷兰的天气，荷兰的天气，我们这个观点跟进行过来，我们两个也是过去的哈。这个不敢印证，我这里也是。十五世纪，各位拢在是世界进入大变革时代，大变革时代，一阵。因为我这边人，我种种的无时间过。世界进入新的时期，新的纪元，我想，大航海，大海，大航海，地大发现，不能等，殖民，这变成一个伟大浪潮，席卷世界。这里开始，我们能够是副队长，我给
你刚刚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是大英帝国的崛起，这个是印加帝国的灭亡。咱甲看这两个历史的意思，这是怎样的对照？这个是崛起，变成 British Empire， 伊个国运兴隆长达400多年，这什么？这个是统治咱美洲哦，印卡安卡，印加帝国被完全消灭，消灭伊个人是207个远征军，伊有50000个大军，什么？或者26000的西班牙的远征军把吓死了，这都是有所损失。这我时间来提升一下，我正是讲大英帝国的崛起。各位，咱正是讲帝国的是咱安禄山，安禄山，其实这两个都。早也移民去英文山岛，早就移民。现在呢，叫做安鲁是谁？安鲁就是俄罗斯，外国大陆。萨克森是什么意思？雷克米，他办。啊，这两个都是早来办的，英国多的。啊，这文化背景都看，开始充分矛盾，自己十八天斗争，所以英国古朝的殖民地是什么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你这么英国的人有什么？这个山头就是天朝，哦，这个是小岛，哦，大河的山头称之为英国是十分努力。啊，本作领导本分，其实就把建在这里。中英国的是发展几千万年，不要有一个诺曼底，叫做威廉。你看，那是英国乱糟糟，啊，我来个坐电影当的，你打算把问题归为首相，你国家你挑拨离间。所有人都一共的大法，以不分尊贵之力和统一英国人，统一英国，这就是咱政府瓦来这个方案，因为诺曼底也会有法国，也会代表别人，这个统一英国，这点把英国人都统一，那你几千年都还要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唔捌统一，听我这里，诺曼底大公。十几万块，做一个快，统一就是国。但是这罗马的大统治，毕竟是外来政权嘛。哦，你我们高压、掠夺、迫害，所以不能开始干预。慢慢以后，哎，可能咱呢，但是没有统一的呀，咱家己内乱，内斗、内耗、内乱，哎，我们分裂是我的，搞来搞去。结果呢？这块可能很痛苦的，一尊英国不可能出现英国历史上假货的女王，叫做伊丽莎，我们不能忘记，一定有难过，不要再争夺阿姆斯。在 original 和在 inventor 能力大作文，按照检查下，按照族群融合建构教育，所以各种家庭高兴一九九五幺都在做这个，慢慢慢慢，气候就会出来进步，这种的说化到化开大家矛盾，慢慢进步，英国
开始去做台湾。这阵吼，西班牙基督，西班牙迄个是世界第三大，一千万只的分港，分港，为着方便一寡求婚，伊要发展英国教，英国国教，伊咧做国教，伊咧做。我英国，真侪人，还是有种诶，大汉出奇人哦。伊讲，人家在西班牙，一般还上大学的，什么话？可能伊咧做对，用现代话，伊咧做特别，伊咧做，还整边疆，一家亲政，多大多难办？得到这个白金海盗的帮助，本来以严谨的海事一起歼灭这帮海盗的人，从此英国崛起，成为霸主，成为一个海盗霸权，长达四百。这关键意义，所以英国的政治家就是不难当了哦。啊，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一下子就叫名气，要死。The history of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英语民族史，英语民族史，提供。伊丽莎白波大王打这一仗，把无敌舰队消灭，取代西班牙兵在那海上霸权，这叫做The Birth of Great Britain， 大英帝国诞生，大英帝国这一仗胜利。各种这样的硬汉啊。
这够可怜的，哦，情节情况，沙班来来个不说，来说秦王的军队，隆中做了受伤，做了受伤，够隆重的分配，所以也是人类史上亚洲这么的能把国境啊，给当惊恐一个三万军队强悍哦，足强悍。这款呢，足神奇的战役，这个这些啊，都过来了。印加帝国改先分裂，先内乱内斗内耗，还不让你整个帝国。政府帝国平民崩溃，安尼这里被杀了，很可惜。我叫我公司下面做几天工，这里攻击人家，有过失也是过失，来引证达尔文这个方法。Origin。安定一下，一般的都是东西，我吃不了钱，那一万都给你打，都给你消灭。你唯一会当对付这一般的，这一群家，干哪有这个办法？因一边爱合群，爱合群。一定要有共同体的精神，一定要有这个互为领导，有这个中心思想，有这个价值观念。从这么回来讲，都要有主权的认同，国家认同，啊，这是这个共同体。你将无法能够对付一般人，这亲友家，该我说就是这亲友家，我今天在讲，这是最好结果，想清楚。台湾有些分裂政府，台湾的地方有些分裂政府，这是这个前提。台湾这个分裂政府去，那我也作为经济领导人，他正好的。你别说建国，别说动员，我心中一点的困境和危机都想着。